Hello， 我是 Alvin，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个港湾豪庭劲高层烟花海景的单位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今次介绍的单位是采用客饭厅分开的设计，左边的对流窗和右边的露台加强了空气流通，适合不喜欢成日开冷气的客人。出到露台，由于单位是极高层的关系，景观是非常开扬的，一直可以望到 ICC 去到中上环的海景。而厨房和浴室保留原装间隔，状况都保持得非常良好。看看间细房，间隔非常市正，摆放床和衣柜是完全没有难度的。入到主人房，业主将另一间细房归纳埋入主人房里面，右手边做了到顶的衣柜，左手边亦都设置了书台。去到睡眠区，业主做了梳妆台和衣柜，而在床的旁边的特大 L 型窗令到整间房都非常光猛，再加上180度无敌的景观是今次介绍的最大卖点。大家如果对这个单位有兴趣或者有其他查询，欢迎随时跟我联络。